视频里这个呢，是奇诺市好学区的地段，新开盘的全新独栋别墅。之前呢发过这个楼盘的一个户型，这个呢是另一个户型。今天终于有时间来完成这个视频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 Chris 刘。关于这个楼盘的信息呢，都可以在我的朋友圈里找到。这个楼盘呢是由三个户型组成，从1950尺到2470尺不等。具体的户型呢是从3房到5房，所有的户型呢都是2层。刚才呢咱们看完了这个房子宽大的客厅，那么咱们现在呢看一下位于1楼的卧室。在1楼呢，除了厨房、客厅，还有一间卧室和一个全卫，全卫就是带浴室的卫生间。然后上到2楼呢是这种折叠式的楼梯，到了2楼，我们首先可以看到一个2楼也有一个宽大的客厅。这样的好处呢是，比如你的家里谁来了朋友，那么呢朋友就可以在1楼，然后家人就可以在2楼，这样可以做到互不打扰。上楼之后的右手边呢就是这个房子的主卧了，咱们现在去看一下。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，这次的户型设计呢多了很多窗户，就会有更多的阳光进入室内，这也是亮点之一。主卧的卫生间呢采用了大浴室的设计。现在呢咱们穿过这个客厅去看一下那边的两个次卧。在这边的左手边呢有一个全卫带洗澡的卫生间，而右边呢是一个洗衣房并且带水盆。这两个次卧呢面积都不错，舒适度比较高。另外呢这个社区的配置也非常的棒，里面有泳池，有会所，有电影院，有餐厅，有健身房，还有运动场和学校。目前呢是72到78万，具体的资料呢都可以在我的朋友圈里找到。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，持续给您带来最具性价比的房源。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 Chris 刘。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次咱们接着聊。这个客厅真的很漂亮。